是今天不第一，疯女人要在台东合体啦！这次谢谢 Red 的邀请，我们要一起背着 Red 的包包出去玩。没错、oh ，你看他们现在就是这么文青的包包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次背着这么文青的包包，那我们这次就一定要来台东来个唯美的文青之旅 ，Let's go！两个心惊胆战的人，笑死，好丢脸哦！好紧张哦！坐五个半小时，我好丢啊！台东怎么那么远呐？我们现在好像 SHE 一样，好开心哦！而且我们坐这么大的保姆车很爽。对呀。这两只拉不动，这样可以拉，可以拉得动，因为它力气一般人还小，对，小到不行。再拉。它的极限吧。我的极限在哪里？好，三只，好，再拉。然后呢？好，放掉啊，右手放这，瞄准好再放。全部一起放吗？对，好放。好紧张啊！人生第一功，放，好放。放不掉。还放。放。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因为你太白了，太白了。Yes， 是不是有上来白？因为你新娘肚子二进三进，等下都二进了。今天天气虽然很热，可是一起车就很凉，有风。对，因为今天就是 windy。没错，然后普朗大道，你看普朗大道这么一望无际。便当啦，他说泰拉是便当空，便当空，难怪会胖哎、欸。对。你很会喝四神的哦，四神的茶，好长哦，它的长很大哎，很大很 Q 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兔啊，四神兔啦，好爱吐凤凰便，而且他默默的说兔啦，是兔，在面店按摩的太难，要第二。
是不是有写我名字？可爱哎，这个还不错啊，很像我哎。哦，长得像我。对，我觉得长得超像你，尤其大笑的时候。现在疯人在收东西，我们已经要离开了。没错，那么快看，我们这次呢，为了这次的业配啊，带了两台相机。相机本人，为了这两台相机呢，我就必须要一个很大的包包才能装，所以呢，好重哦，就感谢这个 Rate 美丽的包包。你看到笔垫，我的13寸笔垫是完全可以放进去，刚刚好的。然后这里呢，就是放我的护唇膏。完全刚刚好，护唇膏可以放进来。然后这一层就更厉害，就是我的气垫粉饼。那个大小也太刚好，完全刚好哎，然后根本就为了气垫粉饼设计的。那得刚刚跟你小东西，就我前面你这边放什么？那个充电线跟那个耳机。给他一下，看一下。放啥？旅行小伙伴。好，下一趴。居然他一把只熟在这有事吗？然后这个很方便啊，就它这个其实它的包是讲说它可以拆开，对。像这个下面看，它居然是可以魔鬼粘呢，直接把它撕掉，把这个拆掉，然后我就直接那个背这个美丽的包包就可以出去了。是，它变得更素面的一点的包包。对，没错。好的，以上就是这次的疯女人台东行， yeah. 我们谢谢 Ray。那最后呢，疯女人也要给大家好看。真假的？我们就要送你Right 的包包，是灰色的，就是全灰另外一款。哦，另外一个。对，没错。那如果呢，喜欢的朋友们呢，记得要 tag， 就是可以跟你一起旅行的朋友。包包 tag 旅伴呢？对啊 ，tag 可以跟你一起出远门的好朋友。那我们就有机会呢，送你这一个 Right 的稻草人系列包包。OK。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。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